好，同学，我们来做这一题。这一题，这里会变成 a 乘以一二九 ，a 乘以一二九，然后再减掉一二九。那么 a 乘以一二九是五二零六八九。哦，这里再乘进去，减掉一二九。好，这里减掉一二九，九减九零，八减二六五零二。好，五二零五六零。好，这题选出，没有那么难，对不对？这是分配率，把 a 减一乘以一二九，就可以乘来，就变成一二九 a。这再乘进去，减掉一二九，那么 a 乘一二九可以做代入，因此我们就会有这个答案。